大家好啊，我是吉王居。最近呢，因为太忙的关系，请容许做一个任性影片片的部分。那么就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主题，这次要聊到冰箱的部分。正所谓冰箱可能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了。因为冰箱的普及，导致食物容易保存，让人类繁殖更多了。冰箱可以说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。平时邋遢无底的我，被人家嫌脏恶心，但是呢，我当然毫不在意。但是我的邋遢与肮脏是有底线的，那就是吃不完的喷绝对不放冰箱。如果有人这样子做，可是犯了我的大忌啊！平时放入药品啊、化妆品啊，这我都还可以忍，但是吃剩下来的喷绝对不能放进冰箱里面。有人会说啊，那又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绑紧就好啦。对不对？这是不对的。拜托，有一种东西叫做喷筒，你们勤劳一点好不好啊？我宁可走路走50分钟去丢垃圾，也不会丢到冰箱里。假如有人又把喷放进冰箱里面，我只能很不客气的说。